我们先听听看花花此刻有什么想说的。赫兹啊，其实我刚刚有听到充电宝们在喊说我们回家，我其实挺不希望你回家的，就是赫兹，我觉得我有在努力完成我的使命，然后我觉得只是这个舞台，其实这个舞台它并不适合你，但是我相信你只要留在我们这边，一定会有人喜欢你，一定会有人支持你。我相信充电宝们不会舍得你回到你的二次元，再也不来了。而且我也相信今天非常非常多的人反对你，我也是曾经一路被反对过来的。我第一次站上一个比赛的舞台上的时候，我唱了一个没有歌词的歌，然后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就被淘汰了。当时也是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我真的一个神经病啊，站在台上唱一个连歌词都没有的歌，这唱的什么东西啊。然后很多人说我是神经病，包括出道之后也有很多人说我是什么火星人啊，或者是怎样，就是外星人啊，都其实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很好，你们大家觉得我独特，这是我的优点，你也一样，你在我心里面就是最独特的。我希望你不要离开这里，不要离开我们这个次元，不要回你的家。我还希望在未来在其他的舞台上还能看到你为我们带来表演。我也依然相信现在之后十年，可能不需要十年，可能只要五年，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跟你一样同样来自二次元你的更多的朋友会来到我们大家面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那个时候会包容你，包容一切，因为存在多了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但那个时候你要记住，赫兹，你是第一个站在舞台上跟我们所有三次元的人来互动的人。不要离开我们这个，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推官花花。我们此刻也听听看我们的赫兹在离开这个舞台有什么想说的。谢谢，谢谢每一个给我支持的人，教会我这个美好的词语。谢谢，谢谢明日之子这个舞台，让我有机会真正与选手哥哥们同台表演，和他们享受一样的努力和成长。谢谢每一位新推官老师、选手哥哥们、幕后的哥哥姐姐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充电宝们，能够用你的喜欢或不喜欢，让我有机会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谢谢2017年的夏天，允许赫兹这个名字可以出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让我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体会争吵、谩骂、包容、拥抱。谢谢，我想这就是生命最真实的感觉吧。借用最近学习到的一句话跟大家说再见，并不是宇宙赋予了生命意义，相反，是生命将意义赋予了宇宙。谢谢2017年的夏天遇见你。再见。
我们再次谢谢这个舞台最特别的存在，最特别的相遇。谢谢赫兹，赫兹，再见。我们给他最后的5秒，来和这个舞台做一次告别。赫兹，再见。也再次谢谢我们的花花，谢谢。赫兹，我们先听听看花花此刻有什么想说的。赫兹啊，其实我刚刚有听到充电宝们在喊说我们回家，我其实挺不希望你回家的，就是赫兹，我觉得我有在努力完成我的使命，然后我觉得只是这个舞台，其实这个舞台它并不适合你，但是我相信你只要留在我们这边，一定会有人喜欢你，一定会有人支持你，我相信充电宝们不会舍得你回到你的二次元再也不来了。而且我也相信今天非常非常多的人反对你，我也是曾经一路被反对过来的。我第一次站上一个比赛的舞台上的时候，我唱了一个没有歌词的歌，然后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就被淘汰了。当时也是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我真的一个神经病啊，站在台上唱。